杨爸爸，不好意思打扰了，那个得麻烦您起来一下。小贤爸爸，快起来吧。高哥，高哥，先过来采访下。呵呵，一玩就采访。是不是这里有直播啊？这个电视是咋回事啊？嗯，新的一天开始了。起来了，哎呀妈，这大肚子，这吃啥了昨天？啊，这哎呀妈，这大肚子这么凶啊！嗯，吃什么？你刚起来？啊，你刚起床好了。今天啊，父子商量，后续商量能必须征收的一条家规。爸爸，肉吧，沟通不能逃避问题。那我就是想让他不要去冷嘲热讽啊，不要去翻白眼啊，少去走一些弯路。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制定一条，我都没事。不是啊，必须商量啊，看看这个。我没有什么想制定的，你自己制定。那我就是说一条出来参考。说吧。今天你都听我的，你都听我的。我听你的。啊。王梦玲，王梦玲。啊。那这肯定是解决你什么在合作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分歧的时候怎样快速的达成一致啊？我跟你一起制定一条家规，听你的。你想呢？还有没有更好的？你来想一条。我就想让你们少说话，多做事，我可以组织一下语言，组织。没有儿子，我是这样想的啊。你想的是我就是说顶事情顶说在有就分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哪一个人来拿主意，这个人拿主意就是说对整个事件就是说想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说两个人去抬杠。我就想到这些，然后你看看有更好的。做什么事情要考虑到对方怎么想。那我怎么知道你对方怎么心里想的那？做什么要考虑到对方的内心。你就这么行。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就是有点泛。我告诉你讲，以后要遵守的家规。这样吧，你也想我看合不合格？你看我。你咋这么聪明呢？还让我写，完了你来检查。来吧，写。哎，你有什么缺点你就写上，然后怎么改。或者我们俩的缺点没事你写，然后到时候我检查。
儿子啊，嗯，应该咱们俩应该多沟通，知道吗？还有什么呀？你想一想，替爸爸想一想，多沟通。觉得差不多了，你就发给我。完了，那我就写多沟通了。完了后来你来填来，过来，不要那么懒。你们要求爸爸怎么？完了，我们是现在是以后怎么做，知道了？嗯。你这个沟通沟对吗？不对。那写错了就是你的错啊。以后。还想什么？嗯，不，哎呦，能不能好好写呀？这个不对，这个不对，我们以后要想怎么做？你真是，哎呦。而我是要抹点花露水放在我被窝里，第一次。好了，这一跳我是为啥呀？因为就是不通了。这是一跳我是他总是逃避我。他讲不出来理由，他为什么要那么做，为什么要爸爸要那么说，所以总是逃避。你再写一条。你要不写。不用逃避，用写好了，啊，就差不多了。真服了你。再写一条，爸爸都写三条了。完成任务，走，赶紧去洗脸、刷牙、吃饭。咱们得选一个是，就是说你这得有改善吧，我有改善，你也有得改善，嗯，不那么极端的，是不是？嗯，那就要注意倾听，对人礼貌。对，老爸不能用暴力或者是那个威胁的方式，对吧？嗯，儿子不能顶嘴、找借口和狡辩。我们遇到事儿之后。从强制命令变成了商量，变成一种这种轻柔和蔼的那种口气，而不是那种强硬的口气。其实只要他懂礼貌，然后呢不插嘴、不顶嘴、不狡辩，我就觉得就很可爱了。打成一次了，我想到现在还没有到位置。阿郎就一个字，逃避问题，不能逃避问题。我说你能不能再想一点别的问题？我儿子想的更多的，尊重对方的内心。我说内心我没有交流，我才知道你内心想的是什么。
不要以自己为核心，多为对方付出。想到这句话，那我们就不会僵持在原来的问题上，的一种化解的方式。我觉得这一点我可能应该是进入到我心目当中了。这里是岳阳，这儿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叫屈原。屈原投入汨罗江，于是就有了端午节，有了龙舟比赛。所以今天是让你们去参加一次别开生面的龙舟比赛。啊，我们是观众看吗？你们要当运动员啊，不是当观众啊。啊，太棒了！好吧，说吧。哦，龙舟比赛。啦啦啦的马西亚。好，这位是于教练。大家好。于教练他们家非常了不起，世世代代都从事这个龙舟行业，对吧？对对。从当年的楚国到现在2000多年了。哦，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就这个时间呢很紧迫，嗯，也没有太多的时间给你们训练，今天呢做一个初步的示范，你们自己要认真的看，这划圈是这样的啊。哦，嗯，哇哇，啊，就不是这样的，啊，对对，要在这点了，脚就下到这里去了，啊，啊，对，就在这里要起水了，啊，要起起来了。要桨跟身体要贴近，桨跟身体要贴近，这样的话划着才省。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了，是不是啊？现在要儿子代替我，你要叫你爸爸，听懂没有？嗯，我爸肯定无师自通，我爸多厉害。你学会了没？我也不信你。先拿个桨。嗯。这两个桨，这种姿势。然后老爸你看着，然后呢，这个桨顺着。这个贴着这个边滑，看我这样行吗？不是，这哪儿使劲？哎，就是这个杠杆儿，这儿支住以后，这边是杠杆儿，用这边滑，这样最省劲儿。一、二，哎，就你使劲儿怎么使的？这个这边这个手啊，抓住了以后的话呢，要稳定这个支点。这个要使劲。它的劲儿主要是稳定支点。这个手使劲，这个手往后拉，然后把它撬动这个水。曹爸给你提个意见，是儿子教你，你怎么又反过来了？他不对，这样。举过头，这样。滑。滑。这手举过头，没有举过头的时候，然后再这样滑下了。举过头再滑下来，滑下来你不要一直在那样，你滑到后面一点。你刚刚的感觉有没有学会嘛？不要停下来，你滑的力度大一点，你这怎么划船？我重新来，重新来，你再停一下。我说三二一起来，三二一起。为什么可以呀？这个就不用动。你往那边点。这么滑吗？哎呦我去，不对，你看到没？这么滑，你俩负责叫他，你先先坐，你俩，哎，你们俩反着他一样，让他一样，看到没？我是运动员，啊啊，好，前进，前进。不是靠你们两父子的心，是不是能够卖起到怎么样啊？不要一花一骂，小胖子，你年少一点，小胖子。你年少一点，看见你爸爸不要你个弄快弄慢，严肃一点，看到没？拽，使劲拽，好，停下来，停下来，儿子同爸爸要一起下桨，不要你下先，他下后，就我就吹口哨了，吹口哨就你们就一起下了啊，预备。
快！啊啊，可以可以啊，你讲这事就比小时候好得多嘛。父子俩也是第一次滑，但是他胖是胖，他力气没有，他有时候想的脑子里想划船，他也想着别的事，好像教他交流了好像三四次吧，啊，他觉得有意思，啊，他就很努力去划这个船。这个房间就高一等了啊，现在往下一个房间，又是两两相强相争嘛，就在河中间那个湖边那里搞一个爬河比赛，看你们哪两父子的力道大，技术水平高啊。说一下那个比赛规则，你们两条船呢，就是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就是我要发的那个终点呢，就是以这个横标为准的那个中间的浮漂，哪一边的船把哪边那个浮漂面平面斜了，就是哪边胜利了啊。过来，预备，用力啊，儿子，是重金属，预备，开始。干嘛啊！快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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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一二，哎，这他玩不起。一二二一二，加油，儿子，加油，赢了！啊，加油！啊，啊啊啊！厉害厉害，绝对是柴油机发动力。一号拳当二号拳，下次劈开。走，再试试，我们再过去。来，一二，你听我的就行了。滑，一二。我们一穿三把他们打赢，好不好？我的梦想就是打赢他们，好不好？比力气，我不可能输的。我的梦想就是打赢他们。比力气，我不可能输的。我看杨爸爸够呛啊，啊。他俩合作一点不默契。预备。听我的，你喊口，你喊，开始，一二三，一二一二六二七一八九二十一二三二三一二一，你一时比不过，一二一二五一二六二七二八一九，哎呦，他杨爸爸要赢啊！他们比机器人比不过。一、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曹爸爸不行了。曹爸爸加油！一、二、一、二、一、三、九、十、一、二。我能不能再打？比力气我不可能输的。我现在没劲了。三、四。五六五六七，我的天哪！终于有一个有实力的对手了。这次是纯粹是功率不够，今天中午多吃两碗饭。我们比合作比不过他们，比力气我觉得我一个打俩，再来，这每个人都是有优势的。好，儿子划船走，要 PK 了。我去，预备，开始，加油了啊！加油，加油！知道了，不会，不用你滑。加油！哇，这个好激烈，比我们！加油，很激烈，加油啊，很激烈，加油！
现在僵持了，僵持了，看谁，看谁坚持不住。都有机会，现在还是盯住了，没有动。重型柴油机，重型柴油机，加油啊！海洋不行了，加油！不要判点你。别抓了，别抓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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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结束啊！啊！赢了吗？没赢啊！啊，没赢啊！谁赢了？啊！厉害厉害，你们赢了！我们赢了，不可能吧？是你赢了，你得了这次冠军了！真的假的？我们赢了！是，加油！加油！加油！不行了！加油！我看着你！加油！你的，你，你，不行了，不行了！哎呦，哇！哎，我们赢了！哎，我们赢了！当时佳佳很惊讶，他很拼命。他跟我一样很拼命，给我内心波动其实挺大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像往天那样互相去抱怨，互相去找对方的原因。实际上通过这一个行动，我觉得我是感染到景维了，要给到他的一个信念，就是在没有到最后一刻，什么结果都有可能，让他得学会坚持。这一点实际上那个过程我是很享受的。接下来呢，我们要组成一个队，要跟村民进行比赛，所以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个相对专业的龙舟训练，我们就请于教练带我们去比较专业的地方进行专业的训练，有请。好，专业的走。走了，走，跟于教练走。好，走。好好好，走走走走。我们要跟专业的队比赛呀。曹高哥，你看看人家是专业的呀，还打鼓啊！啊，我感觉很不太乐观。我去，我有点悬。这个规模确实就我们比我们想象大，我们以为就两个龙舟然后上去划一划。他们是专业的呀，他们这些这个肌肉啊很发达的，就练那么几下就跟专业的对比赛，我们是肯定是没有胜算。好了，现在是你们三家人第一次团结一致去跟别人争取胜利，先做一个训练，希望你们能够夺得冠军。好，辛苦各位，在烈日炎炎下开始训练吧。好，加油加油。咱们这个鼓点是怎么着算进水啊，还是怎么着划一下？他一打就进。就是这鼓点怎么听啊？是你我们听到响声了我们再划。啊，对对，就是我就响鼓你就给我哼一划。啊，你跟节奏不对。哼不了哼不了。哎，让我们一起摇摆，一起摇摆，忘记所有伤痛。我说我在线好，你往后。你跟节奏不对。哈，咚下水，咚下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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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水。我去，干嘛呢你？我去，干嘛呢你？下不去了，那个你看那个，打到自己了，怎么的？被他的脚划了。那你小心点。好疼啊！啊，道歉。道歉。对不起。我爸爸有点快了。我没办法，他挺厉害的。老杨正好跟我们相反，呵呵，我爸是不是同手同脚的感觉？那是啥啊？别爬，别爬！
咱们能不能配合一点？对，再训练吧。我们最好的就一次性的给他整好就好了。好。我教起来，你们就可以教一二三，或者是加油。一二三，加油！一二三，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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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干嘛呢？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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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怎么了你？他把那桨打到我的手上，打到这儿了。啊！啊啊啊啊！加油！干嘛呢？来来来，饶饶。丁玄，你干嘛呢你？道歉道歉。啊，你干嘛呢你？这样我觉得。对对对。我也疼呢。你要再看见第三回，我告诉你，我绝对上手。你要再看见第三回，我告诉你，我绝对上手。他又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对啊，他故意打你啊。他不就是故意的吗？他为什么要故意打你啊？他欠呗。他为什么要故意打你啊？啊！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哈、啊！我是故意的，你能注意一点。再说，他也没跟着那个来呀，所以被打。我就是跟那来的，加油！行行，别，人家不使劲肉，你使什么劲啊？他有病啊！他把我那个挤了，他还有。好点了吧？好点了，好点了吧？我还给你飞了呢。所以说你跟他一起决斗，我一定要啊！他万一决斗不对呢？所以都是你的罪，我错了，你加我也是我错了，对。别让我看你疼不疼？疼不疼？行，踩当间上去，一二三。哇哇、啊！真辛苦啊！哈哈，你不生气就好了。谁不生气啊？他，你把他话往心里去就好。我刚还被夹了呢，我也没说什么。那他可倒好。哥，这滑这个，这一百米你怎么样？我怎么觉得跟他们比赛还累啊？我倒还可以。那就说明你滑水了，而且不要那么脆弱，挤一下，对吧？他肯定不是诚心拿那桨打你啊，他，对吧？他也是第一次来滑，第一次滑，对啊，尽量的这个耐心一点，因为他认为小丁是故意的，这种暴力的这种情绪啊，我觉得危害性挺大的。但是所以说呢，如果我再暴力的对付他的话呢，他可能会更加的暴力。所以那个时候的话，我基本上以缓和为主。曹高哥，火消没消？火消了。你还生气吗？还生气吗？你去跟他道个歉吧。跟谁啊？你毕竟滑到他了。我跟他道歉呀。道了吗？真的跟他道。你再道一遍吧。不用这里。那你觉得我是故意的还是不故意的？不然我知道你是不故意的啊。那你说声道歉，有礼貌点吗？我跟他说了，那你是有礼貌的。我跟他说了。你看他还在气。我的天啊！我后面那个人，他也是那样，把我的手给夹的了，然后我就没怎么地。他可倒好，实际上，他说是我的错。其实我觉得应该不是我错的。这件事情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我跟他对不起了。你现在去对不起。我已经跟他道歉了，不需要你来啊，因为这件事情毕竟也不下了。好，我不管你，我不管你，我不管。好吧，我这样已经很大度了。停吧，停吧，停吧。
你要不叫你儿子去道个歉？怎么了？我一直跟他道个歉，他也不开心。啥？啊？什么？你要不要去道个歉？他给你道过歉。我为什么呢？这都是意外，你不要生他这个。我生气了，我生气了吗？我生气，我直接上手了，我生气。这不是上不上手的问题，大气一点，大气一点。如果小兵会伤心的话，那你怎么办？啊，我不当圣母了，当圣母贼也累，不当圣母。啊，对对。天贤，过来。哎，什么事儿啊？现在是我们团体活动，你调过来，调过来。现在是我们团体，应该是团结，是吧？对、啊、不要去惹祸、哦。调过来，调过来，调过来。你觉得是你没惹祸、嗯，知道不？但是你现在表现很不好。然后呢？啊、哦，你开门见山，开门见山，开门见山。能不能不把你这一个泥鳅把整个的一个咱们团队的一个水也都给整浑了，能不能好好的服从大家啊，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自己做的很对。你以为你现在很聪明吗？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吗？我不知道你想什么，你想什么那你就不用说啊。你以为你自己很聪明，我以为什么你知道吗？那你为什么老是想自作主张呢？我自作主张什么了？你说哪些是我？你划船也一样，我划船怎么了？我划船我怎么？我配合，我一直在配合。你配合什么了？你打两次人家手了。我是不是得听这个声音？是不是得团结？我要看这个脚，我不是看前面那个人，会分散我的注意力，好吧？你看你的脚没有用，所以说你们俩手脚打到手了，你知道吗？不是，原因在哪里头啊？原因别人为什么打不到手？这件事是我和他的事。这不是你和他的事儿，好像应该没有牵到你，所以呢，你为什么？所以呢，这件事你就不用管了。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件事就没有牵到你，好吧？你什么态度？那你为什么这个样事儿呢？你什么态度啊？我说的是这件事情，我不是你，你也不是他，这件事情没有关系到你，也没有牵扯到你。他不应该去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他是不考虑这些过程的，跟父母也是顶嘴，也没有礼貌，所以说他就是表现到那种情况的时候，我真是很无奈。他万一节奏不对呢？所以都是你的罪，我错了，你加我也是我错了，对。啊！我去，干嘛呢你？没事吧？好疼啊！道歉。行了行了行了，道歉。对不起。他不是有意的。你觉得是你没惹祸，知道吧？但是你现在表现很不好。能不能不把你这一个泥鳅把整个的一个咱们团队的一个水也都给整浑了，能不能好好的服从大家？来来来，哎呦，李亮叔叔，你还是坐那刚才的位置，滑到这中间都好，把那个袖就搂起来。而且你呢还握在那里的时候，你就不要放，你就注意他的。我注意平衡是吧？平衡就是把他腰子不折起，不要让他掉出去。好，好，好，我就防护他，他去拿的时候，对对对对哎，好。赛过龙舟吗？这不马上就要试了吗？好了，对此你有何想法？没想法。咱们是不是要干过他？不一定。咱们是不是要？不一定。肯定死得很惨。不是，你们那么悲观干什么呀？试都没试。希望越大，下一句我就不说，你自己看吧。下回我打你的时候，你就穿这个吧。今天呢，是一次别开生面的龙舟大赛。今天我们有四支队伍，那么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第一支队伍。
金石队。哎，你看我们刚刚站起来这种气场，这种口号，就已经让人觉得我们已经要胜出了，怎么办？气场赢在首先呢、啊。好吧。接下来介绍的是龙腾万里队。龙腾万里，一起战！神鹰队，神鹰，无敌！旋风队，旋风队，加油！我现在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比赛规则。四组队伍两两对决，抢夺终点的绣球。胜利的两队继续争夺冠军，失败的两队争夺季军。好，请四支船队前往起点。元哥，腾哥，你握的稍微少一点，这样省力。丁贤，你握的少一点，这样省力。老，我绝对上手。叔叔，让着我们点吧。叔叔，你看这位多可爱啊，看在他份儿，让着我们点儿行不？叔叔，你看我们来拍个节目也不容易，让着我们点吧。欧总，谢谢叔叔。来，准备开始了，要准备了，加油，加油，金石必胜，金石必胜。我们现在看到第一航道的队伍应该是遥遥落后啊，第一航道就属于我们金石队的团队，现在神鹰队呢跟龙腾万里队应该是比肩向前，他们这两支队伍谁能够抢到那朵绣球还很难讲，但是哎呦，现在神鹰队后来居上，超过了龙腾万里队，马上要接近绣球了，三二一，绣球到手，哎，同时呢龙腾万里队也拿到了绣球。杨哥，你怎么骂那么多呀？不，你不要动嘴，你就干。不是我不会，我也这么滑，让他滑一下打我一下。不是杨哥，你骂了，再滑一下又打我一下。你不要说话动嘴，打一下接着滑就完了。金石队还是要继续往前走啊！金石队的队员突然之间就丧失了斗志，他们都放下了船桨，不再往前滑行。啊，只有我们后面的四位队员在划船，我们的三对父子完全丧失了斗志，他们根本不动了。不能这样子啊！杨哥他划船太慢了，他应该是有劲儿，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划的那么慢。我都去哪儿了？他那儿，就一开始第一个能跟上，然后接下来就乱了，让我们后面被他干扰，我一干扰，然后丁贤那打我板。我就不知道后面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靠力气、靠这种发育的这种，我有先天的优势，还是输了太丢脸了。看见节目放人，有没有很羞耻？
划不过来，那小孩真是太说不过去了。我们是第四，不错。翻那么多个队伍中，我们能得第四，真棒。你呀、啊，就是最鬼动的太多了。没有，因为你的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我注意力一直在集中，已经很集中了。我注意力一直在集中，我这还被划破了。这是我给你提醒了啊。我真的注意力集中，你可以不听我提醒你就好了。我的这个 free 怎么能这样啊？我挺理解曹哥的，比如说被打到了或者被水溅到了，我挺理解他的，因为我前面也是这样的。划龙舟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频率也是一致的，他不听鼓点儿，我要跟他的频率打，就打到后边的桨，我们是中间的夹缝处，很难做。哎，你们在搞什么？搞什么？怎么回事啊？我们很垃圾的。我们已经很努力了。对，真的吗？真的，他们是专业的，力不从心呐。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千万不要沮丧。好，我们冠亚军的比赛马上开始。好，比赛开始了，两支队伍奋力冲冲进。我们听到颤颤的水声从他们的桨底下滑出，现在汗水和补水已经融为一体。现在两边已经开始准备冲刺了。哇，你看他们最后冲刺的，他们最后才冲刺的，前期他们都保存体力了。哇，我看啊，就抢着一个吗？好，神鹰队已经渐渐的接近了绣球，蒙特瓦里厄正在奋力向前，希望在最后的十米、二十米能够啊，神鹰队，神鹰队，蒙特瓦里厄到底是谁呢？哇！不要紧，我们还有希望。刚才我们汲取经验教训，待会儿一鼓足气。对，而且你们结束过后也一定要继续往前滑，因为我们在镜头看到就你们就全部不动了，我们四位后面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到对鼓点，哪怕我输了，但是我一定要完成这件事情。我们听从那个教练的指挥啊。对。教练的鼓不停的话，我们绝不能停。对，爱这的男孩运气不会太差。拜拜，来，好嘞。好了，冠亚军已经决出，下面就是荣誉之战了。咱们把拳一起出来，最后一次比赛了。再好嘞，再好。加油！精神必胜！预备！
准备抢！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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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太帅，太帅，而且我还脑补了一个很帅的画面，一个人飞腾过去，把龙珠抢了，虽然就掉到湖里面，然后再游回去，贼帅。我拿到这枚锦旗，我心里是非常的高兴的。我要感谢我的父亲，我还要感谢聪明的机智的我。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次体育比赛，因为我以前也参加过什么校运动会啊之类的。我呢要继续努力，今后呢多运动是吧，早日让这个身体长满肌肉。我今天的感受就是我滑到了只滑了三分之一的时候已经筋疲力尽了啊，我看到高哥终于努力吧，然后他坚持的滑完了，我是非常高兴的。这是你爸爸第一次觉得你比他强了。对，努力了，对吧？因为他在滑到差不多的时候他放弃，他没劲了，他看到你一直在滑。对啊，在我心中你是冠军，好样的。在我心中你是冠军，好样的。哦，谢谢老爸。谢谢。好。我觉得应该是我最难忘的一次，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赛龙舟。这是小丁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体育项目上获得第三名，对不对？对。恭喜你。啊，希望不是你人生最后一次。哎，丁爸，我参加这个龙舟比赛，特别是跟我儿子一起，超有意义的。超有意义。评价一下你儿子的表现。啊，我儿子很努力了，我一看到他的毅力和这些这个坚强的精神，我非常佩服我小儿子。好。首先我这边我觉得我划船太帅了。这边拿到第三名。哦，你已经学到你姐姐的真谛了。对，学会如何表扬自己，满足了我的内心。我爸爸虽然音乐节奏上比较差，所以节拍老打乱，那个草爸老说我老杨你要乱，老杨你要乱，然后我都就是，但是他有努力一直在滑嘛，所以就挺厉害的。我觉得我们今天等于是默契上来了，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划船的过程当中，就是其实等于是有些东西我们虽然说的少了，但我们心相通了啊。然后就是真的是这个我们两股力量想上，这一点我今天是在他身上完全体会到了啊。嗯，所以希望父子俩以后默契一定要保持。从今天刚开始，对，有会有矛盾，会有冲突，会有分歧，但是千万别忘了父与子之间血脉连通的那份默契，这是勾连你们一辈子的东西。好的，谢谢刘老师。好，龙舟大赛到此圆满结束。谢谢常州镇的领导。谢谢。
这个锦旗绣的还很好了。你四五年没有个的这种亲密的接触，靠到我胸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小时候的一幕幕都回想起来了。杨爸爸，不好意思打扰了，那个得麻烦您起来一下。小贤爸爸，快起来吧。高哥，高哥，先过来采访下。哥哥，一晚也采访。是不是这里有直播啊？这个电视是咋回事啊？是这样的，我们这边的话准备了爸爸没有问过你的问题。第一个的话就是，将来你长大了会养小孩吗？你会怎么教育孩子？将来长大了肯定要，小孩肯定是要养的嘛。教育的话就是我不会像我爸就是那么暴力，就是对我那么激进吧，那么强势。晶晶，曹高哥，找人帮忙，你得答应，找人帮忙，叫你，你答应了吗？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本来穿着，然后你突然，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打得我浑身就是，我成了一个紫人。不是有一种那种长辈看小辈这种平辈的方式，我想会以这样的方式去跟他沟通，就是你要是用那种强制的方法不行，我心里肯定不高兴啊，说啊那个儿子这事儿真不行，咱们跟你说这是因为什么什么不行，我觉得这样就更好。用不上的语气跟我说话，你就是犯规了。下一个问题是，你真的很在意别人如何评论你吗？你在意爸爸如何评论你吗？我在意别人评论不评论的，这个我倒无所谓，因为顶多就感觉到尴尬嘛，我都尴尬惯了，都尬惯了。但是我在意，我极度在意我爸的评价，极度在意我爸的评价，极度在意我爸的评价。哦，明白诀窍了吧？带鱼子的鱼啊，不错不错啊，不错不错，哈哈哈。好的，我们理解你的想法了。我爸是不是在那块接了财了？你为什么不觉得爸爸在窗户外面呢？你说我爸在窗外真的好吓人啊。曹大哥，我们在开拍节目之前呢，曹高哥就写了一些想问您的问题，我就带他向您问一下好不好？好的。第一个问题是，以后如果我犯错，你还会嫌弃我吗？我嫌弃的不是你，我嫌弃的是你犯的错，我嫌弃的是明明可以改掉的一些缺点，你可以说是让我又爱又恨。那么这个爱呢，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是我发自内心发自血脉的，
恨的话呢，实际上是一个恨铁不成钢。有的时候我展示出了比较鄙视的表情的话，我是告诉你，你的那些做法，你的那些话语，在社会上是会被人记恨。从你小的时候，这个拉屎啊、拉尿拉到我们身上，那戒指啊什么的，那些都是我来洗。再到大了以后的话呢，说老师请家长都是我去，对吧？我在这方面，虽然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很严重，但是我没有嫌弃过你，从没有。我没有嫌弃过你，从没有。我没有嫌弃过你，从没有。哈，这是直播呀，我以为是录播呢。哈，行吧。我觉得这四天以后，我们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了。啊，我有耐心多了。我觉得啊，特别大的一个功劳是没有手机了，没有工作了。那没有特别烦人的事情，我能耐耐心心的能看着他，这个就让他能看到我吧，耐心的一面啊、哦，我觉得挺高兴的。大意呀，嫉妒在爸的面前，我没有嫌弃过你，从没有。等会儿看一段小视频。嗯、好的。小贤是这样的，我手上呢有几个问题是爸爸想问你，但是没有问过你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爸爸想问你，你的理想是什么？我的理想啊，是当歌手。那你希不希望爸爸支持你这个理想呢？你是怎么想的？其实他支不支持都可以，这个理想我觉得有点大。还有一个问题是，爸爸怎么做才能够达到你心目中的爸爸？做一个正常的一个爸爸就可以啊。正常是我们可以细化一点说吗？正常怎么解释？就很正常啊。你知道爸爸最喜欢做的事情吗？坐在电脑前。干什么呀？期货。他有什么兴趣爱好？坐在电脑前。你觉得爸爸平时在家他是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就是天天坐在电脑前。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就让那个小贤写下了几个就一直想问您但是从来没有问过的问题、嗯、现在呢，我们就这几个问题来向您提问、嗯、第一个问题呢是，为什么你的眼睛那么大？为什么我的眼睛这么大？但应该我得回去问问我妈我爸爸。有多长时间没有带一家三口出远门？为什么？这个我们离开的距离有点太远了。一般我回国以来，很多时间是在飞机顶上待的。啊，要去搞点业务啊，采购啊。啊，在家的情况下一般是很少，到家了或者是晚上或者是半夜了，啊，他们已经入睡了。我也很想去陪一家人去玩呀，啊，去旅游胜地呀。我觉得呢，他也慢慢长大呢，应该会理解的。发现，爸爸也不是命令你，也不是支持你这个那个，也是为了你以后的路。往外就跑，是。今天你也吃好多好多鱼了啊！慢慢吃啊，多喝点水。哎呦，这俩也都死了。
第一个问题是，爸爸与妈妈的伤痛，你想怎么样才能停止对爸爸的抱怨？暂时还没有方法。你觉得对我提了，你觉得提了这种东西对我没伤害？不对，实际上我们在想妈妈的过程中也能找到力量。想妈妈找力量，想妈妈只能觉得我只能让我觉得很恨，只能让我觉得很恨。就暂时现在还不行，有时候还无法接受他做的事。会有一个时间吗？反正就是到了一定就是境界的时候，会把家里这件事情打开去，不然的话一直在心里面有那个种子也不好。爸爸说他想要问你，现在的家想要更好，我们每个人要如何去做？就是他角色好，他应该做的就是工作，然后养家，然后吃饭，就和睦的家庭就好。我也只要做好我分内的事情，不影响他们家的这那个，然后接受他们家。好，我们就把爸爸的这几个问题问完了。嗯，那接下来你就让你看一下爸爸回答你的，你一直想问但是从来没有问过的问题。嗯，好。儿子想问我对你是什么样的一种存在。儿子那个对我来说他比我重要啊，因为我觉得把他抚养成人，然后这是对他妈妈的一份寄托，同时也是我自己的一份责任担当的体现。您觉得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在妈妈走了之后，你的性格全变了，以前你是一个开朗啊，无话不说的，那到现在你已经变得跟我不交流，孤僻了。那您觉得这几天的话，儿子是属于孤僻的状态吗？这几天那个有所改观。那今天我觉得他跟两个小弟弟在一起去唱一些那个咿呀的儿歌的时候，我觉得他今天简直是把他那个以前他是装成熟，今天你把他天真的一面展现出来了。我其实我觉得您对我们说的这些话也可以当面对您的儿子说，对不对？对。所以我们现在也给你这个机会好不好？好。今天你躺在我怀里睡着了，我有一种久违的幸福，我有一种久违的幸福。这爸爸不是，爸爸是真感觉久违了。好，当然了，以前我们有个身体接触，妈妈走了之后我们有个身体接触，我觉得你身体好硬好冷，今天我觉得像一团火一样抱着暖暖的，身体也柔柔的，就像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我爸爸走了之后没有身体接触，我觉得你身体好硬好冷，今天我像一团火一样。我的说我也想跟你再拉近一点。杨校长跳芭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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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校能不给他惩罚我没有什么好惩罚，你肯定会把船搞翻了，我跟你讲。你放心，我下去会让你下去。还没走，你搞这个，你去熬，我不能熬。好，姚妹危险呢、啊。你看你爸爸多爱姚妹，危险他，你是妖痴。爸对你真好。好了，谢谢你们参加我们这个节目，我们三天两夜的节目录制已经结束了。在此我跟景维对整个节目组对整个所有工作人员的付出表示感谢。